好多人佢冇估揾我，佢第一句嘢就話我嚟健身嘅，因為我知最後呢一段時間身體唔好，所以嚟完全。我第一次就問佢，個個都係咁，冇人話練功夫嘅，個個都係。所以就變成咧，延續到而家朝頭早又不行啲人佢係老人家，就社會上邊有啲老人傳嚟嘅。是旅遊錢來的，不是是的，不是打鳩用的。其實呢，另外呢，我講的嘢是我經驗來講的，又不是說我即曾經什麼什麼，我只不過我學過以後跟大家分享、因為各門各派都有精英，都有從零孤苦即惡苦的人物在這裡，所以呢我只能講我自己，跟其他社會上其他門派冇關係，所以千祈大家要注意一下。我唔係你叻，因為我按我呢個門派學出嘅經驗同大家分享，好嗎？即係啱咪好，唔啱咪好啊！你就自己接受，就唔可以話乜乜乜乜乜，好嗎？因為嚟呢度唔係示威場所嚟。嗱，一話上嚟，打個比方。太極以前是擊擊用的，他以前的打外家拳，他綜合以即陰陽的原理，陰陽經絡的原理，羅上藏於的原理，他創出一套就從內外兼收為拳，他每一式都是打鳩用的，很少過度動作。打個比方，金剛倒嘴，直成金剛倒嘴，起勢今次唔講嚇，呢、這個就金剛倒嘴開始啦。呢、這個又金剛倒嘴，呢、這個又金剛倒嘴，呢、這個又金剛倒嘴，呢、這個落鞋，呢、這個落鞋，呢落鞋，嗰啲咁多點樣又打鳩呢？嗱，一個一個嚇，行嘅一打行。喂，因為你手唔係好快嘛，揸唔住對方嘛，為咗保護自己咪行咯，即係頂住對方，唔理佢邊度行，係嘛？你啊呢度打過嚟，右手打過嚟，又係呢度行，因為第一個就行勁啦。一行勁咧，一個行勁有咩用咧？嗱，行出去啦，一行，佢如果要配合佢出去啦，點樣行咧？呢、這個就內，嗱啲行係旋繞內，內咧我中心係右腳移得左腳，以左腳為中心。嗱呢個內咧，我中心移得左腳，以左腳旋繞，旋繞你睇，係咁樣旋出去噶。嗱，佢打過嚟，射仰步千金。佢好匆忙咁衝過嚟，佢好匆忙咁衝過嚟，喂，即係咁樣就衝過去，係攞過去，因為睇大氣，梗係有事啊！呢邊唔係用手，係用腰胯接球，嗱啲運動同埋腰胯轉過去，轉過去，係嘛？呢個咧可以向下，可以向上，又可以向側邊。嗱，如果向下向平啊，佢就走個圈過去啊！但我先過去了，是吧？來到這裡，長腳，當對方打過來，因為你金剛倒嘴是很多肉用法，不是說很毒的，一個動作就打開很多肉，不是的，是你練的過程。這個動作又出過這個，好了，打過來，我接他，勾他，踢他，聽清楚，即是他的腳就是這樣。接手拉去劈佢，又另外一個打法，就是、接到對方劈佢，就變成個劈。第三種啦，第四種去對方去拉喺呢度，如果拉掉佢手，我而家咁用，我係彈落去，彈金剛倒嘴，是吧？
喂，你對空打你唔係話哦，呢度打到嗰度好慘，呢度又打嗰度打，係一個造作一個用法嚇、啊。當對空射到你嘅時候，嗱、啊，來，嗱、啊，動作上，來，所以你身法一定要正確，要正確，你唔可以扭，唔可以咁樣，要入邊鬆，要嚟，聽唔聽到？我嚟到呢度，又另外一種打法，啊，打佢下巴，踢佢，踩佢嘅腳，啊，呢啲都係用法，打，踢佢，因為差唔多係咁樣啊，你睇，係嘛？都係打鳩用嘅，清唔清楚？嗯，好啦，因為佢唔係話連續性嘅打交，係每個動作你連熟後，哦，撐腳、鬆胯，呢、這個就係打對方嘅動作嚟噶。啊，慢慢動作，呼，右邊要插落去。好啦，攬曬衣。留曬衣，即係偷能啊！嗰啲衣唔曬，即係打交嘅時候，嗰啲衣好長都要攬上去。嗱，留曬衣，你嗰個手，嗱，留曬衣，又可以咁樣用，啪，聽唔聽到？留曬衣，係嘛？所以你每個動作，一隻斜影。打過來接，嗱你睇，斜形扭扭落去，唔係我試用大家先，斜形扭落去，推，斜形扭落去，嗱呢個扭落去就推，好啦，佢射地，佢射地，嗰度呢個拉翻去。呢、这個就去拉翻佢，佢入來升起度，即係風開嚟講啊！接手屈落去，佢如果頂，我就推落去。佢如果佢鬆胯，鬆胯，我就係咁樣。聽唔聽啊？即係咁樣。嗱，呢個動作啦。所以咧，動作每個動作都用一個用法嚟。嗱，雙腿掌。嗱，姐，嗱，雙腿掌，啪！嗱，呢個手咧推嗰陣時候唔使出力嘅，嗱，誒唔係，即係爆頭皮生嚟講下，啪，鬆胯，推出去。誒，如果平時打交咧就唔使啦，推我，出去，一碎腰就出去，啊！但係佢打交嘅時候係用其實。就平時咧就小琴打，佢拉住我隻手，你睇佢拉住我隻手，幾層啊小套，我一笑去，佢跪落去啦。嗱一笑，嗱係咁樣，佢一跪落去啦。啊，是，佢跪落去啦。啊，你任何一個人去試下就知啊。嗱小琴打。拉我的手，我的手拉上去，旋向内旋，呢、这个向内旋，一旋佢吊上去啦，佢一旋佢咧呢个旋将个骨拎上去，呢、这个手外旋拎翻嚟，咁咪跳上嚟咯，小琴打咯，听唔听到？所以好多人小琴打中意咁样嘅错误，系小琴打系空前。打到你先，小琴打，听唔听到？呢击行女系呢击啊！如果两个手，你打住咁，你打得过嗱呢击嗱，我一下出去，即系如果旋合系咁样。但係腰就唔去扭，一定要好順正，要記住，清楚。
一个推手，五种推手，是啪，都是会的。我上会，另外一个脚踢出去，一个手就撇出去，镜头。用个镜投出去，嗱拍，用个镜投出去。哦，平时你打野盲中，嗱慢慢嚟吓。野盲中系漏噶，如果身价咧，佢就唔使传噶啦，直线喺手胸前出去就得噶。所以你当你嘅手俾人啲拉住人哋，拉住。拉住拉緊鬆胯衝出去野馬空中衝出去聽清楚是這樣就可以這樣了啪掩手碰拳我打過來速記是不是打他身體是用外面打出去或者他對方拉住你拉住你，你係咁樣衝出去，咁樣衝出去就得噶啦。啊，有時可以試下，慢慢綜合下就知啦。啊，唔係呢度好神秘，係只不過咁樣動作好過平時呢啲動作咯。你拉住好過呢啲動作咯，清唔清楚？總之你一旋衝出去，佢就出手。啲點個表安拉住抖住個號，喐唔喐？嗱，你睇，我一放落去，即係佢身體斜啦，我可以打翻佢啦，斜落去，佢打翻佢啦。如果手咧咁樣咧，就放唔到啦。一放就放唔到啦，一放到下面，一旋就可以出到。所以你動作一打中佢，你都慢慢就感覺。其實每個動作都可以用的，清唔清楚？好啦，而家開始教大家嗰個十八式，十八式。起曬，沉，即係。屈膝係左腳向左邊開步，個幅度從個頭嘅幅度鬆少少就得噶啦。屈膝鬆胯，尾點要內收。個意念咧從後邊督脈攬上嚟，呢個就係彭技，可以打對方嘅。彭後攞落去拉對方。拉後放落去，呢、這個就起勢，再拍內放。好啦，中心右腳後，眼神睇左邊，金剛倒對，就係頭先大家睇到啦。拍中心嘅右腳，而到左腳旋掌坐落去。點解要咁樣呢？呢、這個胯先有得沉。如果咧咁樣過嚟沉唔到，你睇好多人係咁樣嘅。在邊度沉唔到？要左中心以呢個左腳旋，千祈冇中間，冇中間行上去，咁樣就錯噶啦，冇陰陽啊！中間一定要去到左腳，左腳後移到右腳先係左腳撐出去，要鬆胯，唔可以頂住，鬆胯後。领，呢、这个领咧系通常影响对方嘅视力、眼睛啊，打佢眼睛先打中，啊，佢一时唔打上嚟咯，都系咁样。我平时练嘅时候就系咁咗，练后上，呢度金刚倒坠，嗱、啊，金刚倒坠，力点唔系硬力嘅。好多人以為錯啦，你
你嘅感覺就話好似一個家宅或者老鼠，要取死鬼，要硬拼嘅，你就唔會傷係傷身體。如果你係咁，就唔得啦。如果呢度可以，你如果硬拼咧，煙霾嘅地方就要傷係嗰啲頭腦啊、內臟啊，呢個要注意。所以咧，呢個手一個領骨腳咧。一氣咧就會抽走噶啦，因為陰陽啊，佢呢個陽抽上去，呢啲陰個氣就俾佢抽走，佢呢度就會佢好鬆噶啦。如果咧停咗啦，一停上唔到啦，就變性要提升好高，出好大力，要出現呢啲動作啦，搖搖擺擺動作，所以咧要鬆化冷靜。個腳就好自然，好自然嘅，因為領咧腳就自表出嚟。啊，呢、這個要注意一下。啊，兩個動作打一次。中心右腳，移到左腳做平捋，移到右腳提左腳，眼神喺左前面提伸。撐腳鬆胯下來撩手衝拳提膝衝拳砸拳掌腳呢、這個金剛倒轉嗱個在腰胯左轉中心係右腳千掌外翻千掌外翻唔係用嘅手係。丹田一個旋呢啲啦，嗱一個拉開喺呢度帶佢，丹田帶佢個手轉嘅，有冇睇到啊？啊，丹田帶到個手走啊，就唔係話哦咁簡單，啊呢度空嘅就唔係咁樣，就冇用嘅啦，啊要旋，哦意念沉到左腳底落去。沉、啊、左轉後腳跟膝頭腰胯拉到丹田最沉邊最窄眼神手中的空用手指斜向左前沉邊的時候看似正出來的後果就中心三成七成這個三成或者四六啊，分開唔可以五中間要前後，左腳要扣前，前面嗰四十五度角向車向出去，千祈唔好咁樣，咁樣咧就跌親噶啦。如果咁樣咧，對方推你就好推，你一咁樣咧就好容易跌親，所以咧通常要靠腳。先有力，嚇、啊、要注意下。我打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中心係右腳，六孔四臂鬆胯，接手。嗱，呢度有個合嘅動作，嗱，鬆胯合，呢度又穿上去，呢度又係方啦，呢個擦合就一齊對向前，來，方向到左胸前，而中心右轉下方，一、二、三。四六孔四臂，三邊腰胯右轉，意念從背脊攬出去，拉開，就唔係從中間出去，記住唔係呢度出去啊，用呢度後面背脊攬出去，攬後到圍頭眼神睇左邊，提膝撐腳，腰胯唔係下沉。係向後，再向下，
船底啊，船底嗰個位置，即係心氣啊，就唔係下邊，又唔係後邊，係啱啱好係下頭下邊嗰個車角。嗱，查上下相隨，手掌同腳踝，即係腳踝。肘和膝頭，波頭和腰胯是上下相隨的，拉一條直線是剛剛沉下去，就千祈不要打成這樣，而是前面是這個手是兩個腳在上面就這樣，這手掌呢不可以這樣就不太厲害了，這裡沒有力的，一想到中指才有，所以證明氣通了才是。所以你武術練武呢啲人打拳點解好時正咧？佢每個動作點解好到位咧？好到位咧，佢多要氣到個位置，就唔係高遠啲人就係咁樣就唔得啦。所以要到自消啊！所以每個動作都要到自消啊！呼吸要拉開。入面用一個行拉開後沉下去，不好意思啊，好，你有好熟悉的好了，現在就一二三四五色的了，乘翻十三色右邊後鬆胯，跟住移到右腳，跟住攞落去，左手分個小圈，跟住擺腳，嚟到呢度腰胯要左轉，要左轉騰腳，向下拉開，騰邊對手，蹬邊，一、二。三、四、五，沉肩聚肘，六，呢個叫斜形，斜角嚟。好啦，斜形嗰啲向前面行，斜形如果介意放啲前面啊，鬆胯左轉，右轉後錯，錯到左腳，以中心提腳提手。腰胯右轉撐腳，翻腳左轉流失，左轉流失去斜斜上去，推掌外翻，沉肩聚肘，要沉啊，一定要沉，唔可以頂住啊沉。啊，我練字，斜形一，呢個手面係領嘅，有旋掌嘅。呢個旋掌同埋腰胯旋有關係嘛？旋，而中心提手提腳，腰胯右轉，翻腳，腰胯左轉，流失，推掌外翻，沉肩垂肘。呢個手同腳尖係一個平面嘅，四個點都是同一個地方，一個平面啊。斜形，扭七後步，移到後面鬆胯，再移到前面，兩個手是前面，膝頭前面，又移到後面，收左腳合掌。好多人呢是咁樣硬棒棒上去就得啦。要移到呢度，移到右邊提升立掌啊！記住，你如果呢度提升咧，要整親嗰啲腰，加足努力，要將對方拉到前面，先提升變咗好啲，方便啲。好似你搬嘢，冇人搬嘢咁樣搬上去係咁啊，都係搬嘢攞翻嚟先提上嚟。後面鬆胯，
所以你的好名朗雄，再通过右胯推压，这个都是打到用的。对方推你的时候，你接到这个一方子，它意念向后面揽上去，就砸出去了。方丈推丈，右手奉拳交叉，嗱右边方丈，右手变拳前方来，锁住腰胯右边，所以放松弹出去，冲拳，冲拳，斜拳。扭膝扭步，一、二、三、四，沉脚，右边沉落去，封手。五，用手前翻嚟，而中心冲拳，冲拳，呢、这个就系前面嘅动作，我要周控拳。下个动作。高头马向左前面捋落去，推掌，方掌后来到膊头上面，持左脚，持左脚，摆右脚尖，擒肩推掌，擒肩推掌，即系高头马都系打交用嘅，对方拉住你嘅手就好，一旋腰。你看電影大多數都是這個動作、哦、一跳上去一個手啪他的頭就這樣跌下去了另外一個又是一打都是打這個行就是頸椎一打呢他的頭動不到了因為很毒的動作就是這樣推出去來這個高頭馬點手控制來彎腳到耳仔位置後，刺左腳，刺左腳，擺入腳尖，沉肩推掌，即係高頭。跟住放右手，用左邊踩左腳跟，蹬腳，蹬，蹬呢就唔好即刻收翻嚟嚇，蹬，因為呢個好亂啊。蹬头松胯，跟住动得轻松啊！高头马，一、二、三、四，用得轻松，一、二。提膝后，蹬脚，对方拉住你的手，一拉翻嚟就系打佢嘅面，踢佢下蛋。啊，啪，嗱，踢佢，呢个手拉过去，一、二、三，仲要轻松。插对方下单，啊对方企呢度，一插开下单掉上嚟，清唔清楚？啲下边掉上嚟，系咁样，跟住就横手，一横手呢，嚟到呢度嘅手身法系咁样，开步，插步，眼神指令水平线睇。看上面的手掌的方向開步插步都是看上面的手掌是水平線看不可以上下看記住一、二、三、
四，听唔听到？系咁样，全部开口，前腰，好啦，完成差唔多啦吓。用女先缩，嗱，高踏马，左蹬一蹬，用女先缩。踏步往走，哦，踏步三大三个好，大四个好，踏步后旋转过来，我变成前面呢个动作啦，前面呢个动作啦，旋转、抬膝、双摆、撑脚，听唔听到？双摆，我哋松，拍脚，用脚拍手。拍手，用腳拍左手和拍右手，拍，跟住次步，用手變拳收腰部位置，而中心衝拳，三光倒住。收息，再十八息。在用法的时候，加上身法打正确的时候，你以后学其他嘢咪容易咯，系嘛？一定要打到位，每个动作起码要知道系用法。当对方拉住你嘅手，松胯，行到行出去，佢对方就结束佢啦。一松，佢成个人飙上嚟，飙上嚟系一冲，佢又走人啦。冲出去。用你轻松拉后，拉住个手拉翻嚟，蹬佢脚托住个面打开，系嘛？打唔到佢走，去到上面踏脚，同埋脚两个脚中间拉上嚟，都系每个动作都平时熟咗学到有得用嘅。听唔听到？听清楚。而家就大概，使唔使詳細再講？係你嘅要求。而家應該有問題嘅時間，我哋有十五分鐘，你仲有五分鐘講。係，好啊。你好清楚嘅，你已經喺呢方面，即係表達得好。唔好啊，係新鮮感。好詳細、好美妙咁解釋俾我聽，真係令人陶醉啊！連講嘅啦，大家哈哈哈哈就得噶啦。陳主席，你今晚講得好豐富，大家好得意。咁你今晚咧，我留意到你整個人體嘅生理啊，個結構由骨骼關節啊，同埋呢個韌帶，即係筋啦嚇，到呢個肌肉，甚至呢、這個容器嘅髮徑。咁但我想問一個問題，而家通常喺社會啊，好多師傅啊都知道啦。咁啊，太極好多家嘅，咁我接觸過咧，喺坊間咧有好多啲老師傅啊，好資深。佢話啊，佢話同心力係好緊要。咁但係咧，坊間發現啲問題咧，就因為好多啊腰同埋膝關節，尤其是半月板，我相信大家咧都會有一個共識㗎啦。咁啊，請問一下阿陳主席，點樣帶動我哋係正確地啊？點樣去練太極拳個重心力係點樣啫？太極嘅重心力始終都分唔到陰陽嘅。你移到右腳就係陽陰，對吧？要配合到身法要正，記住呢、這個實，呢、這個就開嘅。呢、這個開
實呢個就實嘅啦，左手係實嘅嚟嘅。呢個開，因為個中心已經嚟到呢度。如果移到右腳嘅時候，嗰、那個手咧實力喺呢度啊，實嚟嘅啦，就用呢度音。記住，啲要配合，一定要咁樣做。啲如果咧，如果呢個用加上呢個速勁，就唔協調啦。啊，呢度變成偏咗一面嘅啦，所以要右耳音用轉換。將上面的協調、啊、要協調，所以呢很多人背部入品啲咩要錯呢，佢嘅腳擠到前面，佢已經斜咗啦，唔直啊！你腳一定要直，要直。你睇外面表演啲人啊，攞個金牌啊，佢唔使抬嚟就休息請假，或者屋企有事。因為他的腳呢經常出現這些問題，另外呢腰胯不可以沉低過膝頭，不可以這樣的，不是你腿打成這樣就好了，這裡不靈活的，所以焗住這裡呢就兩個死眼就要痛的了，發不到勁的，所以他那些精英，有些精英呢為什麼很多人發不到呢，他這個胯已經沉死了，要死了，不靈活的，所以呢你打低我都可以打低，打低一定要保持呢度要正，腳尖要同一方向，唔可以咁，要正。嗱、啊、呢、這個咧就同半月板有關係啦。係啊，用半月板嘅關係，好多人咧就係、是、咁樣擠落去，斜咗啦，呢度力咧就已經有問題。嗱、啊，我可以老實同你講。我初學拳的時候，腳痛到成點樣呢？得你唔相信，痛到有人話：陳先生最近腳唔痛啊！一個嘢好似一支針啊，刺喺嗰度啊，痛到一路流眼淚，知唔知啊？所以呢，嗰啲生法咧，我生法正，我打到而家越打越去打低。我最以前跟我師傅學嘢時候下曬，你知唔知啊？我下曬打劍啊，下曬最低咁樣低唔落。你哋坐後面啲啲腳骨啊，呢個老頭子點打都打唔好㗎啦，硬棒棒又車到咁高，我聽到㗎。好啊，唔相信啊？佢啊，以後打出名啊！我唔姓乜，唔姓乜，真啊！但是呢這個東西到現在我記住，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我要多謝他，他以前說這個東西是我現在的動力來的、oh. 我不會被他看衰、yeah. 後來你知不知道、yeah. 這個人說我人是我的學生是資深的問題了。有一次我是幫演打的時候，一個七十歲老人家，細細聲：師傅，你屁股都突出嚟啦！你應該咁樣嚟練到而家都十幾年噶啦，我仲記得佢喺邊度地方講咩嘢，我到而家記得。我要多謝佢，點解咧？如果嚟我咧，永遠都唔會突屁股。講一次後就提醒我一句：我師傅，我跟我師傅學嘢，我打俾佢睇。我師傅話：我有咩毛病啊？佢只要講一個嘢，多啲振作，呢隻手拉高少少，講兩個嘢搞掂啦。永遠都記住，係啦，因為好多嘢都係一次錯嘅錯誤嘅時候，有人提醒你，你就用當佢作為你提高自己嘅動力嚟嘅。打個比方，我今晚喺呢度講，好似亂七八糟過你大堆。但是大家呢內心不學也好學也好，起碼我知道多多少少會提升某些人一兩年之內提升自己的生活，因為我起碼我可以做他的啟蒙，我這麼多歲都可以做到，他一覺得回家我跌不到某面子了，是因為我以前跌差都是這樣跌的，都是最低這樣了，哪裡有這樣跌呢？哪裡有這麼多店呢？
都是一步一步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六個月、一年、兩年、係十個月，都要通過長期。最好的辦法，做人要開心，多幫啲人。你幫人提升，就係提升你自己。我可以投射呢啲嘅嘢。你總之每個人義務啊，做教練、教人哋，好認真教對方。其實你教對方呢幾個嘢都係教訓你自己，提升你自己。啊、你作為外邊鬧你嘅，對你不利嘅，作為你嘅動力，你仲要多謝佢，因為呢個係屬於符合太極嘅陰陽啊。你鬧我係唔好嘅，我開心對住你咪陰陽轉換咯，知唔知啊？所以通常開心、勤力、認真就完啦。嘅大多數教練啊，我唔知啊，我提醒另外一個人都保守。啲教嘅學生有兩種，一種你自己冇料教佢，佢打劫都唔識打；一種咧，你就唔願意教佢，你要你個學生永遠都差過你就唔得。另外一個心理就唔同，你就好認真教每個學生一個你進步好快。你內心真真正正的開心，是開心，還打出來的錢贏過你，你更加開心，你就啱了。如果你覺得學生一個你一個你的時候，你就尷尬、妒忌、排斥，就不行了。懂不懂做？所以我希望呢，我保持二十幾年來我都是這樣的。我有一次，不過這樣做又不是好。有一次同我兩個人係武術聯會比賽，誒唔係武術聯會即係太極總會比賽，叫咩啊？叫先進運動會啊！先進運動會比賽咧，一個姓彭嘅，我係舊年攞過冠軍，第二年就跟我比賽，我係第一年去練，我比賽啊，佢打四啊八式，我打殘架，佢跌七跌到好肉酸。有某些動作四十八，我就話俾佢知，話你呢個動作應該咁樣做，你知唔知啊？我講咗後，佢對方點樣講我？你知唔知啊？佢好多學生嘛，呢個又傻嘅，因為我同佢以除八個人最高分，最後同佢結成冠亞軍。我而家講俾佢知，而我咪輸俾佢咯，係嘛？佢學生話我傻啊！就教佢嘅師傅贏過我，但係我心理點嘅時候，我話唔緊要啊！你今日贏過我，我先又冇咗明年去追上嚟啊嘛！如果我今年俾我攞到咧，我咁就要停頓啊！哇！原來我嘅水準咁高，反而大得滯，對我唔好啦。嗱，契真係佢又係攞冠軍，我攞亞軍，我咪最第二年最比賽咯。我連續五年都係攞冠軍，呢啲有咩作用呢？就係通過呢啲動力去提升你自己。啊，另外咧，我有一次代表武術聯會參加國際比賽，伊立功教練教我一個月，同埋黃連英，唉，我教到後我好認真，點知咧橫手咧就踩到嗰啲腳下，就喐唔到咧就打開。我一時喐唔到咧，就騎數啦，已經受氣啦嚇，輸咗啦。阿伊立功教練推平我，你應該繼續打落去，打到最後，大家俾你嘅評價，你唔可以自己放棄。結果從嗰次一高興後咧，以後有咩好事咧？我每一次比賽就當玩，即係當玩。當我那件事有好我就好，那些事就遲遲拿到了，因為放鬆了嘛，已經放鬆了，即是不棘特別，你打這樣更加到了，這個地方你就好練，一揀上你就是這樣了。你要更加到了，我教你一個辦法，就是落了後要沉下去，最好呢，這裡好像三樓嘛，二樓，你沉到下樓地面上台，你提升嗱，沉落去後，沉落去後，沉後先提升，
再生下。君生呢就要諗上面，千祈冇諗其他嘢，要諗食平衡啊，平衡你就會歇靜噶啦。可能一時做唔到，時間長你就自自然會做到。要意念要先沉落去，你可以比較下，你翻屋企一個意念先沉落去後，先嚟提升。記住，沉落去先啊，沉落去先提升，係要記住啊，好嘛？即係啊，一度要講，即係膝頭千祈冇扭嚟扭去啊！打鐵嘅時候唔去扭嚟扭去，包埋廿四式、四十二式哦，都係好實實際際嘅。嗱，呢度有廿四二式高手喺度啦。我哋仲有冇問題咧？嗱，我哋只有五分鐘時間啦。如果閣下有問題，請你即刻提出。OK。只要你頭先提過，即係一落步嘅時候，好似成個沉咗落去咁樣。咁你點理解運勁如抽絲，敗步如貓行呢個概念？邊個？師傅，我想請教你。明。你怎樣理解運勁如抽絲，邁步如貓行這個概念呢？嗱，貌重要包含很多人呢，你現在看很多人中心未落到地面就是這樣了，就不行了，積極離地面重於中心就不行了，貌重要貓行就是骨失效骨醫向前的時候要提升，落腳後先從後面慢慢移到前面，即係好似你翻到屋企，貓咧捉老鼠都係咁樣啊嘛。所以咧，有時我以前打麻雀翻屋企三點啦，我就咁做。捉落地面先生，我而家行咯。是咁樣落地面，千祈唔好離地面，就係咁樣，就唔係貓行噶啦。要落，所以打鐵要求就要離貓行，要穩。你未落咧，係咁樣失去中心就唔得啦。一定嗱，而家你睇到好多人啊，鬧炸衣、登癲，你睇你網上好多，你可以睇。一定要做到不喐就得，不可以咁用嘅，清清楚。嗱，如果電話你可以從嗰隻電話出去，所以一定要貓行係肯定嘅，先穩陣啊。咁運勁點可以做到抽絲咁樣？抽絲我咧頭先講啦，係啦，抽絲咧呢度好似一個。絲球即係你一個線球，啲線球咪一路轉完啊，一路轉啊。嗱，你屋企有人接嗰啲羊毛衫啊，個球你睇，佢一路轉咧，呢個拉直，呢個轉，去到呢個曲，拉直曲，拉直曲，直中又曲，朝在曲，佢就入邊一路前，嗱，佢就前埋。拉出去去前坤啦，去拉出去。前絲咧就係、是、你睇下，我以簡單嘅諗法啦，你好似呢度一個水壺，水壺即時候咧用呢、這個有少少加啲力，好似消防車沖水上去，我就加啲氣，加啲力嗰啲水咧漲咧就要沖到手上面啦，清唔清楚？當你水放嘅時候，佢水咧就吸翻嚟，所以佢手咧係當你嘅氣啲啦，一次佢就止消，呢度一收翻氣就收翻，一衝肉上喺呢度持，啲手咧就螺旋狀，做弧形嘅，啊，所以咧手同手嗱，你等你一次。一拉開，前翻嚟收翻，再送上去，再行出去。呢個就憑勁，呢個就化勁，呢個就憑勁化勁。如果氣又睇唔到，你又到呢度一壺水收翻嚟，同加力行上去收翻嚟，你咁樣諗就得啦。
點解好多人係跳嘅咧？就係、是、一個動作夾腰一停嚟，就好似一個水頭自成一個三角形。所以咧，打仰式、打沉架都用呢個動作，係啦，是，即係好似一條水喉嚟到呢度旋一個圈，佢已經氣力都通唔過，你旋個圈上去。所以咧，嗱，嚟到呢度，如果上唔到，你咪嚟個小圈啦。呢度一個小圈再上去咯，就千祈唔好嚟到呢度停上去就斷咗啦。呢、這個就係、是。已經即係呢個就係一個阻力嚟㗎啦，寫極啦。咁講翻抽絲同埋前絲個分別喺度啦，喺邊度咧？咁你頭先話旋係丹田旋轉，就好似嗱你睇下絲咁樣，而家咪抽出嚟咯。係，而家前方嚟咯，前方嚟咯，而家又係抽出嚟咯。嗰、那個前絲嘅抽咧就係、是、又直。又曲又直又曲，入面有好多矛盾喺入面，又對立又矛盾又統一，所以提極難就係難喺呢度，最難就係你提出呢個問題。通常打架子咧，打一套拳咧，一兩年就可以打啦。但係要講你呢個嘢，起碼要四五年。你呢個嘢就要四五年。我要俾好俾耐性嘅。今晚我們非常之多謝陳師傅，請給些結論給我們。抽過，抽過，好，可唔可以？你想抽過下你係？啊！你頭先指你抽過下你出去，抽過去要俾你知道啊！嗱，呢度咪抽咯，而家咪抽出去咯。嗱，你睇呢度咪抽出去咯，清唔清楚？係。啊！呢度咪抽出去咯，呢度咪抽出去咯。嗱，呢個線啊，抽出去，因為呢個出去要抽出去啊嘛，抽後，但要抽翻咯喎，因為將嗰啲氣又抽翻丹田咯喎，呢個丹田攞出去，最後又要攞翻丹田，再要丹田再發出去，係一個矛盾嘅啊，陰陽轉換，先睇嘅咁啊，係啦。哇，多謝陳師傅，呢位同學咧係好。總之我話俾你知咧，要打好呢個動作咧，呢個抽，即係羅上絕，即係前絲咧，要一段時間，唔係講咁樣。我以為我呢位同學仔，我以為我哋好多粉絲股，粉絲股嚟支持我哋嘅小人之心啦。今日咁多唔好，大家多多預料，多多預料，好嘛？多謝師傅咧，佢今日咧已經即係天狼雙神，佢講嘅其實咧係佢心得，咁唔係單純睇佢正話嘅功力都好深之後嘅話咧，佢事實上咧係能夠將太極方面咧喺某方面能夠演繹俾大家睇。我哋吸收咗幾多咧？係視乎我哋自己將來肯唔肯用心機啫。就係多謝佢今日講嘅嘢。咁啊，唔好講啲嘢唔好啦。咁而家我哋會成員咧係頒一個感謝狀俾阿師傅，由我哋嘅副會長關志祥先頒發。多謝。抽絲剝繭咁，每一個招數咧係分別俾你哋睇噶。我哋平時係睇唔到噶嚇，只係睇到佢表演嘅啫。咁請各位留步，各位頭先有一位觀眾想影相嘅咧，我哋而家你哋可以出嚟影相嚇。我哋出嚟影一張先。差唔多。我哋之後你繼續影嚇。我哋影一張先啦。